针锋相对。蜂蜜，蜂蜜，蜂蜜！哎呀，耶，找到一个！咋是空的呀？不对呀，平时应该是……哎呀，快跑呀！可是今天咋没有蜜蜂呀？奇怪，蜂窝也是空的。毛毛，水果。嗯，这……嗯，那……啊，这蜜蜂想干嘛？嗯，这是本王的苹果。本王的苹果你都敢吃？你走开，走开，走开呀！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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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开！啊！本王的鼻子！好，准备出发去砍树。今天状态不错，一定能完成任务。哎，哎。啊！怎么有这么大一个蜂窝在我家门口啊？这我还怎么出去砍树啊？等等，难道是两头熊为了阻止我去砍树，才在我家门口放的蜂窝？喂，谁啊？光头强，你怎么还在家呀？还不快给我砍树去！李老板呢？我家门口有个大蜂窝。嗯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出不去了。这样啊，好啊，今天就不让你砍树了。今天刮的是什么风啊？李老板这么好说话。喂，那谢谢李老板了。啊，不用谢，你以后也不用去砍树了，我会叫别人去砍的。嗯，好的。哦，不对，哎，李老板，我没事，不就是个蜂窝吗？我去，我去。那你还磨蹭什么？熊大，森林里所有的蜂窝都空了，一滴蜂蜜也没有了。俺看是你把所有的蜂蜜都吃光了，没给俺带吧？啥？哎呀，俺可是一滴蜂蜜都没吃到呀！你咋不相信俺呢？哎，对了，而且俺连一只蜜蜂都没看到，一只蜜蜂都没看到。嗯，一定是啊，一定是蜜蜂们都罢工了。罢工？熊二。俺看是你罢工吧，还是俺自己去找吧。哎，俺说的可都是真的。熊大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啥不好了？俺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是啥？你快说呀。是基金国王的。哎呦，可你这不像是被蜜蜂蛰的呀。就是蜜蜂蛰的。可是俺今天找蜂蜜的时候一只蜜蜂都没见过呀。哎，姐姐，你在哪儿见到的蜜蜂呀？说不定俺能找到蜂蜜呢。怎么都这样了，你还只想着吃蜂蜜？熊大救我呀！行了，姐姐都这样了，赶紧好好休息啊！等会儿蹦蹦他们就会拿草药来了。哼，等本王伤好了再找你理论。哎呀，本王英俊的鼻子啊！熊大，你要的草药找到了。好了，千万别让草药掉下来啊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吉吉，你这真的是被蜜蜂蛰的吗？只不过比蜜蜂大那么一点儿。比蜜蜂还大？还比蜜蜂长？还比蜜蜂长？啊，这难道是虎头蜂？虎头蜂？蜜蜂和虎头蜂虽然都是蜂，但是它们是有区别的。首先，虎头蜂比蜜蜂苗条多了，蜜蜂的腰就像熊二的腰，圆圆的，而虎头蜂的腰呢，就像蹦蹦似的，瘦瘦的。哇，虎头蜂普遍比蜜蜂个头大，而且蜜蜂是以花粉为食的植食性昆虫，是吃素的。可是虎头蜂呢，是吃荤的，它们除了吸食花蜜外，成虫还具有捕食性，比如说树上的毛毛虫就是它们的食物之一。由于虎头蜂捕食的对象都是害虫，从这一点上来说，它与蜜蜂一样都是益虫。难怪俺找的蜂窝里都没见到蜂蜜呢。虎头蜂的脾气可比蜜蜂暴躁多了。
每年都有不少人被虎头蜂袭击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哦，这样，原来是这样呀。原来虎头蜂这么厉害，还好陈哥我没有被蛰到，不然就惨了。哎，谁呀？光头强，进度怎么样了？砍了几棵树呀？李老板，呀，怎么办？只能先这样了。啊，李老板呐，我砍了差不多20多棵树了。我正忙着呢啊，先挂了啊。哎呀，还是先想法子出去吧，不管什么虎头蜂了。熊大，这可咋办呀？以后俺们就没蜂蜜吃了。哎，首先咱们得知道这虎头蜂蜂窝在哪儿，然后才能想办法。咋才能知道虎头蜂蜂窝在哪儿嘛？耶，哎，知道虎头蜂蜂窝在哪儿？在哪儿啊？一定是光头强想把俺们赶跑，所以是他养的虎头蜂。一定是这样。可是他要是养虎头蜂，自己不怕被蛰呀？就是。对呀，熊二。虎头蜂是不蛰主人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还是去看看吧。这样就看不到我了。救命啊！要真是光头强干的，看本王怎么惩罚他！救命啊！别蛰我！别蛰我！救命啊！哎呀！救命啊！熊熊大，你轻点呀！哎呀，俺已经很轻了。光头强，就怪你，谁让你养啥虎头蜂嘛？什么？谁养虎头蜂了？明明是你们把虎头蜂的蜂窝放在我家门口的。俺们才没干那样的坏事呢！哼，自己做了坏事，你还不承认呀你？哼，反正不是我养的。行了，你俩别吵了。现在终于知道虎头蜂蜂窝在哪儿了。咱们这样吧，咱们这样啊，光头强，这次全靠你了。啊？为什么是我去啊？虎头蜂也影响你们的生活呀。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完成，因为只有你才能吸引虎头蜂。不去，我再也不要碰虎头蜂了。那好，那俺们走了啊。别走啊！我去还不行吗？嗨，早该这样了。来，带上这个就安全了。哎呀，放心，上面有叶子，虎头蜂蛰不到你的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嗨，小蜂蜂，还记得强哥我吗？走，到咱们了。喂，你们快点啊！接着，虎头蜂要回来了。蛰不到我，蛰不到我，蛰不到我。耶！抓住虎头蜂了！抓住虎头蜂了！喂，光头强，快出来吧！虎头蜂已经被抓住了。熊大，这蜂窝咋处理呀？这……有了，蜂窝就留给我吧。熊大，那是不是俺们以后又有蜂蜜可以吃了？估计蜜蜂只是藏起来了，没有了虎头蜂，他们又可以酿蜜了。熊大，你说把蜂窝给光头强不要紧吧？他会不会又拿来做什么坏事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他那么怕虎头蜂，不会的。喂，李老板，我给您邮寄的东西到了吗？光头强，我叫你去砍树，你给我邮个蜂窝，什么意思？李老板，这可是难得的美味啊，大城市可是吃不到的。没
喂什么喂呀、啊？你看我被蛰了好几下，你这个月工资变小腰了。嗜睡的青蛙。嘿嘿嘿，好久没画画了，先画个太阳呀。对了，这么好的天气居然没人跟俺玩。小蛋，你都好多天没和俺玩了，你每天都睡觉，俺好无聊呀。哎呀，熊大，你陪俺玩会儿嘛。熊二，你也知道光头强最近老是晚上偷偷去砍树，俺不去行吗？晚上不睡，白天能不困吗？你又睡着了。嗯。哎，啥声啊？哎，咦，这发出的。嘿嘿，青蛙。嘿嘿嘿嘿，小青蛙。你来陪俺玩好不好呀？哎呀，睡得可真香。起来嘛。咋这么能睡呀？有了。就用这个扩音器来唤醒你吧。青蛙兄弟，天亮了，该起床了。呀、这招不管用。起床起床。青蛙，你终于要醒来了。难道是光头强又在砍树了？哼，光头强，俺来啦。那我就白天继续砍，不信你们还有精神来管我。谁？好困呐。不行，我得在熊大睡醒前砍完了再回家去睡。果然是光头强在砍树。哼，光头强，不许砍树。熊二，知道了还不快走。你们两个居然一个值白班一个值夜班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说啥？你砍了树还那么多借口。救命，给俺站住。救命啊。他还觉得没完没了了。缺乏睡眠害得我丢三落四的，枪都忘了，还是睡一会儿。光头强，熊二，说你以后再也不砍树了，要不然我不砍了，我不砍了，真不砍了。那你陪俺玩会儿吧。陪他玩也好，反正现在也占不到什么便宜，等我休息够了再去砍树也不错。那好吧，我就陪你玩玩。这是要玩啥游戏呀？我们来玩一个耐力游戏，看谁最先睁开眼睛张嘴说话。这有点儿。开始喽。强哥，我真聪明，这样不但可以趁机休息，还能拖住熊二。熊二不能输，不能输，不能输。要等到啥时候才能结束呀？俺又看不到，要不然偷看一下。呀，居然睡着了。哎呀，没意思，真不该找光头强玩的。咦，小强？对，青蛙不是喜欢吃虫子吗？有虫子吃，它肯定会醒来的。醒来了，不就可以陪俺玩了？那样的话，呱呱，咦，好可爱呀！呱呱呱。想想就觉得好玩。哼，好过和你个光头强玩。
你先好好睡哈，俺抓好吃的给你。怎么回事？什么声音？哎呀！呀！这熊儿在干嘛呀？再这样下去，房子都会被拆了。嘿，抓到你了吧？俺就不信抓不到你。不许动！你抓不抓得到小强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抓到你了。说，你把我家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想干什么？什么？就是为了找虫子好诱引你那什么青蛙兄，就把我家弄成这样？因为没人陪俺玩，你又只会玩那么无聊的游戏。要不你帮俺叫醒青蛙兄吧，然后你就不用陪俺玩了。真的？珍珠都没这么真。每个动物都有居安思危的特性。一会儿把它放到温水之中，它要是觉得热，自然会醒了。这个不太好吧？放心吧，没事的，它一定会在水变热之前醒过来的。水温差不多了，来试试吧。不要呀，俺们还是换个方法吧，这个方法太残忍了呀。好吧。还有 B 计划，放天敌。青蛙的天敌不是蛇吗？敢怀疑我？那你自己去叫醒他吧。不要不要嘛，俺已经试过好多方法了，都叫不醒他。他要是不醒的话，就没人陪俺玩，那俺就会很无聊的呀。好了好了，我就再帮帮你吧，看你那么可怜。光头强，你最好了。楞个楞个哩个楞，楞个楞，楞个楞，楞个哩个楞个楞，楞个楞，楞个楞。哇，好香啊！尝尝。哇，好好喝呀！这么美味的汤，肯定能诱惑这只青蛙醒来。可是光头强，青蛙兄好像还是没有要醒的意思呀。什么？看来只好我们自己吃了。这原来你是自己想填饱肚子呀。青蛙青蛙快醒来，蛙派气功，我要做人工呼吸了。这到底是什么青蛙呀？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光头强，青蛙兄还是没被叫醒呀。我不管了，熊二，请带走你的青蛙，从我家出去。你们两头熊轮着来找我查，我都没睡个好觉。现在你要找其他动物玩也好，要叫醒这只贪睡的青蛙也行，就是不要再来烦我了，听到了没有？你咋还在睡呀？你都睡了一天了，俺好无聊呀。呀，小青蛙，你醒了。哎呀，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。俺们来玩吧。哎呀，好优美的青蛙跳呀。呱呱呱呱呱！呀！哎呀！呱！呱！哎呦！呱！呱！呱！睡得真舒服啊！对了，熊二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。熊二，熊二，
哎呀，原来在这儿睡着了，真是的，睡也要回家睡，要不然感冒了咋办？湖中水怪。吓我一跳。现在播报每日新闻。近日牛家村有一名老人在村旁的湖泊里拍到一张水怪照片。水怪？这年头还有人相信水怪？由照片中可以看出，远处的湖泊里有一个巨大的水影，湖泊中被拉出了巨大的水痕。大惊小怪，没准是水里的大鱼呢，这种都能上新闻。找点吃的去。当地政府表示，水怪照片传出后，有大批游客来村里参观，村内旅游业得到发展。开工！当地政府为感谢老人发布水怪照片，特地奖励给老人1000元人民币。1000块？什么？这么多？拍一张照片就奖励1000块，这钱也太好赚了吧！强哥，我每天砍树本来赚的就少，李老板还要扣我工资，真是太不公平，太不公平了！好痛啊！喂，光头强，这个月的木头呢？李老板呢？这个月的木头我不是交了吗？上个月欠我的还没补上呢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还是快点去砍树吧。我真是个天才，这个怪物会让我成为世界名人的，然后我就发财了。哎呀，白忙活了。完成。怎么了这是？没想到造水怪这么难，看来我是发不了财了。什么声音？啊，那是……原来是树枝啊，真是自己吓自己。刚刚水里好像有声音。真是太畅快了，哎，大热天洗个凉水澡真是太舒服了。熊二，哎，洗白白，身体白又白。吓我一跳。熊二，又来一个，我不能让他们发现我砍树。熊二，你怎么还在洗澡啊？熊二，哎，蹦蹦。哎，蹦蹦，你来了。熊二，说好的我去找水果，你去找蜂蜜，现在只有水果，怎么也藏？你别着急嘛，只要洗得干干净净就没臭味了，然后蜜蜂就不能发现俺了，这样俺就比较好采蜂蜜了。切，我才不信呢。你快点去找蜂蜜，我去叫熊大一起来野餐。好嘞。哎，洗澡澡，洗得白又白。熊二过来了，澡，我还是赶紧走吧。蜜蜂，呀，谁在那儿呀？哎，明明看到草洞了。呀，哦，原来是小鸟呀。哎呀，洗完澡真想睡个午觉呀。哎呀，真舒服啊。这个熊儿这么快就睡着了，赶紧走。等等，那个，哎，有了，不如我。哎呀，熊大，你快点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点儿。难得吃一次你和熊二准备的野餐呢。超级水怪完成了。
把你拍下来，然后把照片发到电视台去，那我就出名了，还有奖金呢。咋啥也看不见呀？这么快就天黑了？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。喂，是电视台吗？我在狗熊林发现水怪了。光头强的声音，啥水怪呀？哦，你们要向领导汇报一下。好好好。耶！光头强，有水怪呀！快救救俺呀！天黑了，可啥也看不见呀！熊二，我听说这水怪专门破坏森林。啥？破坏森林？要不我们一起把怪物吓跑吧？可是俺看不见呀。我来帮你，然后咱们一起吓跑怪物。哦，熊大，野餐地点就在前面的湖边。哎呀，俺都等不及了。光头强，再来两张，再来两张。他旁边是啥呀？你这样可以不？保持这个姿势，别动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熊二。哎呀，射到俺眼睛了！光头强，那个怪物到底被俺吓走没呀？没有没有，怪物是来破坏森林的，你一定要有个熊样才能把它吓走啊！哦。保护森林，熊熊要走、真的是熊？谁？是不是怪物出现了？没人呢，怪物跑到森林里了，那这可咋办呀？哎呀，快追呀！没看到怪物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别拍了，别拍了！哎呀。没看到怪物，你别拍了！怪物藏起来了。熊二怎么和光头强在一起啊？估计是上了光头强的当了吧？得想个办法揭穿光头强。往右，往右，再往左边点，表情再凶一些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噔噔噔！咦！光头强可以了吗？哎，棒棒！快把照相机还给我！熊大，熊二，把照相机还给我！熊二，你咋被光头强打扮成这样啊？啊？光头强说，水怪要破坏森林。水怪？喂，你好，光头强吗？哎呀，我们是电视台的，听说你拍摄到了一组水怪的照片呢。水怪？我们一会儿去你家门口领取啊。这个光头强可真坏，原来他是骗俺给他扮水怪拍照来的。俺突然想到个好玩的。马上就好了，来，咱们帮光头强拍一组水怪写真。好嘞。换个姿势，好。我怎么躺在床上了？感觉晕晕的。已经第二天了。我昨天要干什么来着呀？怎么不记得了？现在播报每日新闻。昨日有一森林伐木工致电电视台，说拍摄到一组水怪照片。啊，水怪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此人最后给出的却是一组自己假扮水怪与动物合影的照片。此照片已发布到微博上，受到了各地网友的关注。让我们看看网友的留言。现在的人想火真是不择手段，连这种方法都想得出，真是长知识了。网友熊孩子说，水怪哥好样的，赞一个。
熊大熊二，我跟你们没完。这下光头强可出名了。就是。对了，我们不是要去野餐吗？对呀、哦。耶耶。卡牌风波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！新出炉的葡萄干大甩卖喽！买好吃的葡萄干，便可随机得到最新的游戏卡牌嘞！妈妈，吆喝的声音再大点儿。是，吉吉国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每袋葡萄干里都有最新发行、超炫超酷、无敌劲爆的卡牌喽！除了必中普通卡外，还有可能获得更高级的精英卡、英雄卡。甚至是霸王卡、帝王卡、至尊 VIP 卡，展又出新的卡牌了，现在就去拿苹果换。午饭准备好了，这就叫熊二来吃。熊大，哎，回来了。熊二啊，啥事这么急啊？太好了，熊大，苹果酱用一下哈。熊二，你干啥呀？那可是咱的午饭呢。卡牌，我来了。这么多人呀，千万别晃光了呀。妈妈，给俺来一袋葡萄干。会不会排队？会不会排队啊？啊，后面的往前上。来来来，对对，不许插队，不许插队。哼。哎，现在就去排队哈。哎呀，欢迎下次光临，下一个。耶耶，我中了，中了，我中了，我中了，耶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蹦蹦，你中啥了呀？我中了霸王卡。啥？霸王卡？是那个带着五颗星的霸王卡吗？据说要中那张卡几率很小的。不信你看。不是吧，运气这么好，相比之下俺的运气就差多了，都坏掉好几筐苹果了，也才只有一张三星的精英卡，剩下的全是普通卡。哎呀，熊二别着急，慢慢来嘛，高级卡总会有的。没错，俺就不信了，蹦蹦都能抽到霸王卡，俺个头这么大，今天也一定能抽到好卡。哎，来了！哎，咋那么倒霉呀？就是抽不到呀！太倒霉了！熊二，熊二，你看看你，好好的苹果不吃，换来了一堆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你说说看，今儿午饭怎么办呢？啊？哎，那能咋办？不是有葡萄干吗？就这种劣质葡萄干能吃吗？谁说不能吃了？俺现在就吃给你看。这啥葡萄干呀，真酸，好难吃呀。哎，你也觉得不能吃吧？除了今天你刚换的这些，还有之前的这一筐，你看咋处理吧。这个，哎呀，不嘛，俺不要嘛，俺要霸王卡，俺要帝王卡，俺还要至尊 VIP 卡嘛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熊二，消停点，不就几张卡片吗？俺给你几张。是霸王卡？真的是霸王卡？太好了，俺也有霸王卡喽，霸王卡。哎，现在就拿给蹦蹦看去喽。哎，又跑了，这个熊二啊，啥时候才能长大呀？霸王卡，俺的！哇，霸王卡，好厉害呀！这算什么？给你们看看我刚抽到的卡片。哼哼，你们看。哇，这莫非是传说中的闪卡？闪卡？据说闪卡只有1%的出现几率，而且比霸王级别的卡片还要强韧一倍呢。哎，这可是霸王卡，咋可能输给你呀？只要出示这张牌，就可以发射电流击倒对手。不是吧？厉
吧，你的运气真是太好了。俺也好想要呀。熊大是哪弄来这张卡的呢？俺回家问问去。嘿嘿。啊！破破破破！哇！这种质量的葡萄干也能吃？也不知道熊二想啥呢，把苹果都浪费在这些没用的卡片上。哎，熊大，熊大呀，熊大，你还有没有卡片呀？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就这些了。嗯，熊大，你就再给俺点儿嘛，好不好？你好好的饭不吃，玩啥卡片？多大岁数了，还跟小孩子一样啊？你就帮俺最后一次嘛，俺保证好好吃饭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求俺也没用，不行。哎呀，求求你了嘛，熊大。哎，放开啊！都说了没有了，你还……好吧好吧好吧，你说的那些卡片啊都是在光头强家附近找到的。安心，熊大，谢谢你，俺马上就回来。这个熊二啊，闪卡呢？俺的闪卡呢？在哪儿呀？闪卡，闪卡！咋这儿也有葡萄干呀？难道杰西拿光头强丢掉的葡萄干给俺们？太棒了！是闪卡，闪卡！呜，俺也有闪卡喽！熊二。好你个熊二，竟敢乱翻我家的东西，看我怎么惩罚你！站住！这卡片好像是李老板给我的那箱过期葡萄干里送的吧？触发时出现一个光圈，禁锢对手。他居然喜欢这小孩子的玩意儿。闪卡呢？俺的闪卡呢？俺的宝贝儿闪卡。熊二，我就知道你还会回来的，看看你脚下吧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大狗熊，你已经触发了闪卡的效果，只要你站在圆圈内就没事儿。一出圈子就会被电击，不要轻举妄动哦。其实就是普通的粉笔画的圈而已，给他点厉害瞧瞧，让他别再来我家翻东西。熊二，接下来我会把你送到马戏团去，那么我这个月的伙食费就不用愁了。马戏团？在马戏团你就吃不到蜂蜜。吃不到蜂蜜呢？然后再把熊大爷一起带过去，这样你们就妨碍不了我砍树了。你太坏了。早知这样，当初就不出来找卡片了，都是俺不好，熊大俺错了。快给俺起来。干啥呢？太好了，熊大你来了。快走吧，小心被光头强发现了。可是俺不敢出这个圈儿，一出去就会被电的。啊！哎，你看看你啊，叫你收集卡，出事了吧？俺知道错了，熊大，你快想想办法嘛！快上门！哦耶，好臭！每次都是俺给你想办法，你倒好，总是给俺惹祸。不许再有下次了，知道吗？是是是，俺记住了。这到底是啥玩意儿啊？哎，熊大，你别碰！这个圈是最高级闪卡的禁锢功能，比俺这个卡还厉害，碰到的人都会被电的。俺明白了，熊二，
放心出来吧，这只是用粉笔画的圈圈而已。啥？真的？快走，没事的。哦。希望大狗熊这次能吸取教训。熊二，要不是俺，你又出事了。谢谢熊大，这就叫玩物丧志，懂吗？哦，哎，这吉吉也真是的，俺得找他好好说说理去。就是，吉吉，把俺的卡片还给俺。啊？不不不，把俺的苹果还给俺。